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这段歌词出自于《太平歌词·白蛇传》，这段描述的杭州美景每年吸引了数百万国内外的游客来到杭州一睹其美。但是杭州的美不仅仅只是俗话中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作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吸引游客的有美景，更有那令人流连忘返的美食。杭州的美食跟它的美景一样，从来不是惊心动魄的，它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只是在那薄薄烟雨中等着你，待到丝丝入口间，直击人心。今天，杨洋老师将带领大家来到杭帮菜博物馆，看一看钱塘古郡饭道耕渔，了解杭州大运河时期的饮食，听一听杭州名菜东坡肉的故事，回到千年前的宋朝时期，看一看清河王府高中宴会上有哪些奇珍美食，也让满汉全席上的丰富佳肴让我们一饱眼福吧。最后我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中国人迎接新年的餐桌上常常有鱼这道菜，那么鱼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呢？看下去你就知道了。这是杭帮菜博物馆，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杭帮菜的特点吧。杭州作为中国著名旅游城市，每年接待国内外旅客数百万，很多游客被杭州的美食所吸引，对杭州流连忘返。杭州菜博采众家之长，成为了无宗无派的集大成者。杭帮菜的口味以咸为主，略有甜头，但是又不像苏州菜那么甜，也不像上海菜那么浓重，容易被人接受。清淡是我们杭帮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恰恰顺应了菜肴要向清淡化发展的趋势。另外，杭帮菜清淡平和，强味的元素并不多，这一特点使得它更容易吸收南北各地菜肴的精华，所以杭帮菜更像是万能菜，更容易博得人们的喜爱。好，今天老师也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博物馆讲解员为我们介绍杭帮菜。好，这边呢，欢迎大家来参观中国杭帮菜博物馆。那我是博物馆的讲解员小李，那接下来呢，就让由我带大家一起来追随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参观。接下来这一侧请。好，那我们这一侧呢，看到这份墙面上呢，写的是最早的先秦至南朝时期的杭州饮食风貌。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侧呢，也是讲述了当时八千年至四千年跨湖桥文化、水田泛移植等梁祝文化。包括我们身后这一侧墙面呢，也是一面仿化石标本墙。墙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刻镂着一些鱼虾、蟹蛤等等。那这些呢，也是为杭帮菜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物料之础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里面去参观一下，这侧里面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场景呢，是大运河的一个场景。大运河的开通呢，是南北经济的交流，也是南北菜的第一次大融合时期。那我这边要考考你们一个小问题，您知道大运河的开通是中始端和末始端是哪里吗？北京的杭州。哦，非常聪明，也非常有了解啊。那我们这一侧呢，大运河的开通呢，就是北京到杭州的这样一个所端。那包括呢，我们这个场景呢，也是体现了最早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其实在我们杭帮菜的历史文化当中呢，大运河的一个开通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方的饮食和北方的饮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其实呢，这样其实拉近了两北文化的一个交流，
那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北方面食流入至南方人的餐桌之上了。来，我们同学看一下这一侧呢，有饼的一些文化历史也是在南方的这样的桌面上有体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场景，就是大家喜欢吃的一道菜品了，叫东坡肉。那北宋时期，西湖年久失修，当时东坡先生呢，在任太守一职，在任之际呢，便组织民工一起疏浚西湖，湖浚之日呢，便做了一桌疏浚来犒赏湖工。那东坡肉呢，是疏浚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品，也是现在全国我们杭帮菜的一个经典菜品之一，点击率非常高哦。如果你们想去尝试一下，我们后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道菜品。那其实呢，东坡肉呢，其实它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那其实呢，在当时呢，这位先生他名叫苏东坡，他当时呢任太守的一个位置，就是高官的一个位置。那老百姓呢，为了感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节明清廉的一个高官，所以老百姓呢非常喜欢他。疏浚完西湖之后呢，老百姓就给他送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猪肉，猪肉大家知道五花肉最好吃了，对不对？那其实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杭州的黄酒。有知道黄酒的吗？就是我们杭州绍兴的一种酒叫黄酒，一般呢是烹制菜肴是最为佳口感的。那我们知道呢，这道菜品呢其实呢也是跟苏东坡有关系的这样一道菜品。那在当时呢，老百姓为了送了感谢他之后呢，他的家厨就跟他说，他说你把肉烧成我喜欢吃的红烧肉啊，送到工地上来犒赏湖工，把黄酒呢温好。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点，就是黄酒我们如果喝的话，温热的口感是最佳的，但是一不小心就会喝醉。那其实呢，老百姓我们这一侧吃到之后呢，他厨师呢其实他误会了东坡先生的这样意思，他以为这样的一个肉和酒放在一个锅中煮，然后呢送到工地上来了，哇，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老百姓呢就决定与这道菜品与普通的红烧肉呢区分开来。思来想后呢，是因为东坡先生一句话的误会而引起了这道菜的产生，后以东坡先生为由取名为东坡肉的这样的小故事。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道菜品，我是极力推荐的，因为我非常爱吃。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里参观。好，那我们眼前看到这一桌呢，是高宗宴，是清河王宴请赵构、秦桧的一席的宫廷官府宴。那这一次宴席呢，也是南宋时期有记载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席。那我们看一下菜品的内容呢，也是非常之盛大的。那包括这一侧的菜品数量上呢，我们眼前的这一桌呢，只是当时高宗皇帝一个人桌上一小角的菜品内容展示。我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和点心啊？我觉得这个是荔枝，荔枝，对，荔枝非常好吃，非常甜口啊。那包括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有没有知道的？是莲子吗？莲子，对，杭州非常喜欢吃莲子，包括煲汤啊，以及我们的小点心啊，都会有莲子。那这边这个呢？葡萄，说的非常棒啊。我们这边的水果呢，葡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那包括这一侧宴席当中呢，我们身后这个呢画面也是非常之清晰，体现的是我们当时高宗皇帝宴请的一些吃饭的一些场景展示。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粽子的文化吧，我们这一侧请。
好，那我们这一册呢就是七岁于圈端稳重这样的场景了。七岁于圈呢这一天与母亲在家门口包粽子，他非常的好奇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吃这个粽子，于是母亲就给他讲了屈原的爱国故事，听着非常感动，立志要报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册贵中呢有七类粽子的包法，想问问几位同学有吃过粽子吗？吃过的是吧。那我们可以知道粽子有两种口味，您这边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甜的。甜的是吗？那您呢？我喜欢咸的。咸的哦，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对不对？那粽子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个美食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呢有长方形的粽子，对不对？还有我们一个三角粽啊，包括呢我们杭州嘉兴啊，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这种四个角或者五个角的这种粽子。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粽子一般的选用材料是什么来包的？竹叶、对，竹叶。然后呢它会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然后蒸熟，里面的材料呢一般会有我们的一个咸肉，包括咸蛋黄，还有刚刚这位先生特别喜欢咸的对不对？那还有这位先生比较喜欢吃的甜的，就是有那个甜头的粽子。甜头粽里面一般有我们的一个红枣，还有一些我们个人喜欢的口味放里面添加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满汉全席这个场景去继续参观。接下来这个侧请。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场景呢就是满汉全席展示了。在坊间呢说法非常多，有人说满汉全席的菜品数量有108道，也有人说有300多道，还有人说吃上3天3夜才能称之为满汉全席。那其实满汉全席的数量呢在史书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满汉全席要必备山珍海味，各必备8味，还要必备2个烤料，整只的烤乳猪以及整只的烤鸭。那我们眼前呢这一桌是精品选的一个36道菜品，在我们这一侧满汉全席中呢也是体现了我们杭州江浙一带的这一侧的代表菜。那这一桌呢就是杭州将军府里的满汉全席的内容展示了。在1999年的时候也是有出现过一次满汉全席的体现，当时的售价为25万元3桌，那当时的备材时间呢也是高达1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准备这些食材的体现。那也非常谢谢大家来参观中国杭帮菜博物馆，相信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历史内容呢也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杭帮菜。怎么样同学们，今天有意思吗？很有意思。好，让我们感谢杭帮菜博物馆的讲解员，谢谢。没事，好，欢迎下次再来。哇，老师，这里这么多儿子呢，什么意思？这是汉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词尾上加上一个儿化音。那怎么读呢？好，你们来跟我读一下。片儿川。片儿川。葱花。葱花。九芽。九芽。鱼圆儿。鱼圆儿。对，这就是儿化音，你们学会了吗？学会了，读得很好。下次你们在杭州的街头也可以听一听有没有人说儿化音。老师，我这里发现了2条鱼，我觉得中国人非常喜欢吃鱼。对的，中国人非常喜欢吃鱼，因为在汉语里鱼和鱼同音，所以在餐桌上吃鱼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还有年年有余的寓意，非常吉祥如意。现在已经是中国新年了，我们在这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余。Thank you.
西湖，中国大陆主要的观赏型淡水湖。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古代先贤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使杭州成为一座风雅之城。但在这座城市，代表鸡的传统美食却是叫花鸡。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叫花鸡的制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材更加讲究，同时也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鸡肉要选用当年产的童子鸡，去掉鸡爪，剔除大腿骨，放入料酒中腌制，再将肉丝、冬笋丝和葱丝混合炒好，塞入已经腌制好的鸡肉中。岁末，西湖的湖面上已经见不到接天莲叶，所用的荷叶是早早采下来晒好的干荷叶，但清香更加浓郁。荷叶包裹，棉绳扎缚，接下来就是叫花鸡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上泥。选用封黄酒坛子的酒坛泥，用水化开成泥状，再加入少许绍兴黄酒，泥块变成松软的状态，轻轻涂抹包裹，成为另一种人与泥土的亲密接触。这些种植过作物、密封过美酒的泥土再度被唤起，将自己的精力渗透进鸡肉中，用味觉勾起根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记忆。下面一个碗里